这样可以吗？校友会，okay，叶芬我要凑起来了。叶芬文创合作，从2023年开始，与彰化县文化局签订契约，致力于推广武术。把这一年半来，中心将举办了不同的武术体验，包含重塑兵器的运用养生功法，举办讲座，邀请各大师开讲，让民众更了解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。今天的闭幕舞展主要由武术同好带来表演，答谢各界的支援与鼓励。首先为我们带来表演的是狮头开场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狮头。